现在有打多少？我们打60cc， 一颗蛋的量，啊，一颗蛋的量。蛋黄里面有蓝姆酒、饮用水、糖、姜草粉。好，看君君如水，现在已经发了，对不对？
好，那这样子，可以。很快啊，不用很用力，优雅一点。打到它没有水了，它化起来有纹路，怎么样？化起来有纹路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你的锅底还很烫，所以继续打，不要让它熟化。好，我们从小颗粒，不能乱，你一乱它就做不出来啊。我们让它小颗粒溶解。还没有那个巧克力块哈，都成泥了啊，我们拿出来。它有多少巧克力？记得这个数量哈，它有多少巧克力，加多少蛋黄。看到看不到蛋黄。我们现在加的是一比一，啊，多少加多少。现在我们借冰箱拿出蛋白，现在有多少巧克力，我们加多少蛋白。一样，看不到蛋白为止。都是一比一，现在你有多少巧克力？加一半的，它的一半鲜奶油。一半的鲜奶油。咖啡色啊，好，我们再把它放冰箱啊，给它冰20分钟。好，放入冰箱冰20分钟。把它先放入，放入以后退到底，在点它的时候回归0.5公分，那你这个爪子才会出来。爪子出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塞起来，小杯子要经过不锈钢，不然它会硬，它硬了就爆袋，你不出去哈。那我们这样子啊，我们看安拉进买面，它是这样装进去的。要冰杯啊，哈，像这样把它包起来，冰杯。软硬要适中，
那个在这边会滑，光破掉200块，好放上面了哈，放这边它不滑，拉出来，再让它进步哈。好，我们在上面把它转紧，它不会回来，动边边。小飞机要冬暖，入口即化。最后那刹那，你看我的最后那刹那，要很快的抽走。